现在要去的地方是网球会1826餐厅，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用餐的地点，差不多要到了。它的地址是西湾民国大马路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用餐的地点，网球会1826餐厅。它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啊，如果是你坐在楼上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外面的景色。这间餐厅它离那 Grand Lisboa 也是蛮近一下的，走路的话需要一段时间了，10分钟、15分钟应该走得到进来咯。澳门文员网球会，他们的餐厅是有对外开放的。现在进去餐厅里面呢，这个是每周推荐，之后他们的时间是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，之后evening time 的话就是6点到晚上11点咯。我们晚餐到了，这个是我点的咖啡，这个是 mint punch， 这我们点的那个白银啊 ，poached clams。Thank you。它这个银啊真的是很肥美，你知道吗 ？Appetizer， 这个摆盘啊真的是漂亮，马介休球，配法国红酒苹果，马介休球。这个是，这个是你吃过最好吃的马介休球啊 ？OK。这个是今天晚上的那个 main course， 1826他们的那个海鲜烩饭，有 scallop， 有 clams， 有 prawn。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看一下那个海鲜烩饭好不好吃。谢谢，看他的 scallop， 他的 scallop 跟我的汤匙一样大。所以下一个 main course 就是每一次如果是吃葡国餐呢，我们就一定要叫的就是这个葡国盖哦。哇，你看它颜色，他每次喜欢那个葡国盖的那个颜色。你也拜饭吗？不用。OK， 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三道 main course， 这个就是 lamb shank 来的，有 sub 来的哈、哦。之前吃的那个两道哈、哦，那一道海鲜烩饭，还有那个火锅盖，两道味道都非常的有层次感呐、啊，是算是非常的不错吃。现在我们试试看第三道这个有 sub 了，这个 lamb shank， 看看味道怎么样，好。Slow braise on lamb shank。好啊，我现在看到那个羊肉是很嫩一下喽。轻轻记住。迫不及待了，不要讲了，拜拜。可以，刚才吃了这个 lamb shank， 它下分的地方是一般的那个 slow braised lamb shank 哦，他们都是比较因为煮了很绵了嘛。啊，说那个肉质上方面没有什么弹性啊。不过这个 lamb shank 哈、哦，虽然是炖了很长的时间，很入味，不过哈、哦，它那个肉质还非常的有弹性一下了。这个是值得加分的地方哦。说这一道就是今天晚上的甜品，这个就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OK。这道就是心太软，看一下心是不是真的这么软？哇，它的那个lava流出来了。哇，这道就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受不了，我要吃了。今天的晚餐吃了889块，非常满意的一顿晚餐呢、啊。吃饱就坐在这边旁边可以看晚上的夜景。